天的水，唱一曲家乡的美，一见你的花笑相陪，这能解才美不美，前进路上有爱相随，这能解才美不美，高高的灯笼它红又美，照得人们心里暖又美，大家脸上笑得甜又美，幸福年年岁岁。大师所说的放松是开心的事，用容易的手段我放松不开心。在裏面大家看到呢，就是老價、新價、小價都是合法的。看刚才你们练的是不是老将，当然了，大家在表演中练的发挥自己的能量，你可以把它自选，但是要想一下你在教的时候，你是在自己的下功夫的时候怎么去练。老师刚才下来，老师刚才是老将啊，刚才老将，头先嗰个都是老家嚟嘅，即系老家。我以老将就是，要向拳练好，圈一定练小，有大圈到中圈，中圈到小圈，这是老将。从来看不见你没用。大圈练到中圈，再练到细圈。对，现在我练，试一下。